设置休人的作业方式、注意事项、资格限定、作业流程、提议说明以及进行服务的广告等等，相信能够提供厂商一个具体的了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联合后勤司令部的展示区，我们请服务后勤。简单的机械焊件或者是铸造件，规格的组装均能够制造出合格的图像。谢谢，谢谢他，谢谢，谢谢他哈，谢谢。将相关的维修技术与厂商交流，让厂商能够参与我们的防工业。接下来为防工区展示区，请黄金富副主管向您报告。你好，这里是陆军航空装备展示区，我是黄金富技术处主管松林。本次参展的表现还不错，我们知道。待修建，并实地的了解我们厂商的维修能量以后啊，共计检讨630项，来参加展示。继续分为机身结构类区、航太空类区、仪表机等展示，请部长负责。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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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咱们这个是。
在各位长官的左前方，炮火的是成功级飞弹巡防舰，其后分别是海鸥级巡逻飞弹快用登陆艇及双筒体海射艇系八型九艘，炮火的是吉当级近岸巡逻舰及乌丘马祖及东屿特港口执行制海各项任务与海上行动。现在请就各类型舰艇跟各位委员长官，日期是民国1980至1988年陆续建造，海水量4025吨，数于28节，续航力4874海里，数量7艘，第八艘田丹舰建造中。飞机系统主机2部，电机4部，辅助天进去2具，稳定翼2具，武器系统神乐飞弹、标准飞弹、40舰载装备。